嗨，大家好，我们又见面了。然后我是张国辉，欢迎。接下来是陆梦，欢迎。Hello， 我是罗梦，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国辉，欢迎。好，欢迎大家来参观这一家喜剧院的新装潢。就先从国仪先来聊聊。还记得在这个消息发布之后，你有在自己的社群上面写了一段，请求二对二的时候，你总是想跟国辉一同一对，也因为有了哥哥们，让你在追寻梦想的这条路上不会感到孤单。那要不然来分享一下，在这一路上，国辉跟哥哥带来的影响帮助。他是我们家的指标，也是骄傲。那他的努力也让这些马大的小朋友有一个标杆去追寻。对，所以他的成就是非常的，要怎么说呢？就是对我们来讲，是兄弟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样子。谢谢各位。